莫同龄挺饿的。那你都没点出来。瞧给孩子饿的。小说。这个表情。我的小商这个表情，他的意思是为什么不给我吃一口。这顿干什么呢？审他，叮叮叮，他是那个站子吗？你怎么会从这里进来？我就和他在吃饼。他就是命的。